大家好，我是小王子，哎，咱们继续来开这个海战队啊，调整一下，而这样插进去，拉一下，撕开，好，然后，哦，海战队，哇，这个一掏出来就是有很重的那种感觉，这是两个。小土味，然后，哎，这每一个单独拿出来也不是很重啊，为什么这一盒的感觉比那盒要重呢？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东西，来往这放。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单独的几盒加起来应该是少一些小配件吧，它应该可能是还要再单独出一个这个单独一盒这个配件包。它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是。橡胶的轮胎改成这种底下是一个小的小轮了，说实话，我认为这个改动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这个如果是真的这种圆圈橡胶的话，时间长了橡胶肯定是要爆裂的。这个相比较这种方式来说，就那种虽然说是就是推这儿，然后这样你这样推的时候，这个橡胶履带能转动，但是它一旦爆裂了之后，你是哭都欲哭无泪，那真的是很痛苦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其实都不需要下边这个假轮，你就做成这么一个履带的样子就行了。我相信就是买这种玩具的人应该没有人会摁着他在地下这样推着来回玩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毕竟看这个动画片的人可能应该都跟我岁数差不多，可能都三十大几奔四十的人了，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多童心重的人吧，就是拿着它来回哦。好了，不废话，咱们看细节。这个漆面儿，然后它这个是塑料的啊，不是金属的，但是它是一层应该是金属漆吧，就看起来啊，这样对着光看，金属光泽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应该是能推过，哦对，好，推到头，等到那边出来，然后是我们正好一会儿要变这个海战队嘛，直接就这个盖板翻出来吧，翻出来，然后对，然后它这里边是齿轮关节，这个地方不用变，这个是最后合体的时候才需要变的。好了，放到那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漆面，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叫什么印刷，不是叫印刷了，这个就是涂漆啊，没有一漆什么地方，这个漆都是一样，都是那种就是这不叫珠光吧，就是应该就叫金属漆，可能是都是金属漆，这种金属材质的漆，漆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然后把这个盖板掀起来，然后我看这个驾驶舱，驾驶舱也是透明件，然后这个是往这边推。哎，好，就是一定要推到头，让这个白色的边框完全出来啊！这里有一点是有点蹭漆嘛，这有一点点蓝，好了。然后这个小的潜艇啊，这一个小透明件，然后红白色，然后把这个翻出来，这是一个哇，一大块铁啊！这个东西，这个小东西在手里的重量还是比较那什么的。但是我的印象里，原版这些舷窗什么是不是有一些涂装呢？我现在想不太起来了。放在这里。然后这个，哇，这个怎么下手啊？哦，这个，完全没有下手的地方。总不能用刀子敲吧？我真的是必须用刀子敲出来。它这里设计了这个用手指去推的这个算什么防滑的这个纹啊？但是好像就是它别太紧了，其实推不太动，你还是需要一个东西从这边撬一下。这个就缩进去了。哎，它变成这个海战队的时候是不需要缩进去吧？是需要缩进去吗？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好，然后把这个接着推过来。它这里边这个滑块摁一下，这个才能往前拉啊。我先拉出来吧。我记得好像变成这个海战队的时候是不需要推出来的。然后把这个这个小的这个天线翻出来，然后呢，这里驾驶舱透明的，这个其他的应该就没有动了，应该是这是腰，这是这个合体的这个转腰齿轮关节，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对，这边是这个是弯腰的关节，然后下边这个履带也是假的啊，就是不能动，这个下边没有了，对，那个没有履带，然后呢，我想想，先和这个，红的对红的啊，然后这个，哇，这个蛮紧的，这个大力的，哎呦。这里边肯定是有个卡扣的，有，没错。
我稍微摁着点这个按钮下去往里摁，要不然我觉得这个力量太大了，就都有点怕把它弄坏了。好嘞，这个我卡上之后，这个肯定是非常紧的。这边也是一样，我用手去摁着点这个按钮，它是解锁按钮，就是我这会儿插的时候也稍微摁着点，免得就是好，这卡进去了。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对应这边吧，应该是。应该是，好，插进去，插到底，这边也插到底，好，海战队就组合完成了。说实话，这个海战队的这个战队模式啊，这个是最看起来最正经的，就是那个空战队，好，这个陆战队咱们就别说了，这个简直就是这个又掉了，这个叠罗汉的形式对吧？这个这个是插的不太紧，这个还是我没插到底呢，好吧。先这样吧，那咱们这期的分享到这儿，然后回头我把那个空战队找出来，然后合体看一看。